台北迪化街的年货大街今天开跑了，适逢假日又再加上好天气，人潮是满满满。而这一次的卖期长达19天，比往年还多了4天，也让业者看好业绩可以冲上15亿元。而开战的第一天要拼买气，是纷纷寄出了好康，不管是零嘴还是佛跳墙，免费试吃，到处都是大排长龙。大家好，蔬果这边好吃哦。真的是挤爆迪化街，迪化街年货大战第一天人潮慢慢满，为期19天，业绩上看15亿元，店家免费试吃，完全没得惊。试吃不用钱啊，都可以试吃哦。欢迎进来试吃，真的可以试喝看看，小心烫哦。你们怎么了？要不要来给我请一杯？有人走到脚酸，有人边走边吃，第一天人潮超乎店家预期，太挤了啦，太挤了。而这条百人人龙为的是试吃免费的佛跳墙，都很满啊，看起来很满，会很期待吗？是啊。小妹妹也是一口接一口，很好喝、啊、很好喝。你喜欢吃佛跳墙吗？喜欢。啊，你刚刚有排队吗？有。排多久？很久。充满了浓浓的年味，就连网络购物也进军迪化街，让大家试吃试用抢商机。抢好康，谁也不输谁。年货大街比去年多了4天，提早开打。